香港女神举安妮斯男爵美婚纱照曝光，10月意大利古堡型婚礼。女神都结婚去了。香港娱乐圈近日在传喜讯，现年30岁的温咏珊举安妮斯男将于今年10月12日与拍拖五年、35岁富三代吴奇男 Carol 在米兰 Lake Como 的古堡举行婚礼，而一对新人早前到古堡拍摄绝美婚纱照，今天也释出了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举安妮斯曼举 AM 跟吴奇男拍拖约四年，虽恋情低调，先有公开放闪，不过二人终修成正果。举安妮斯曼跟 Carol 决定今年10月在米兰举行婚礼，并会宴请100名亲朋好友出席，包括男女家的至亲、伴娘、伴郎团及少数朋友而已。消息指出，二人在赴米兰办豪华婚礼前会先在香港设宴招待亲友。据知，一对新人已经计划好在当地玩足三天二夜，希望有一个难忘的回忆。据 AM 的未婚夫 Carol 现年36岁，家族中人不乏内地政界要人，而 Carol 本身亦是商界才俊，有传身家过亿，而据 AM 亦被指已搬入千万豪宅，预备做豪门少奶。近年主攻中国市场的举 AM 未免婚事走漏风声，由去年筹备婚礼开始，保密功夫做到足，当日飞到古堡拍婚照都没有和身边有人提起，直至最近他才开始透过电邮邀请好友到米兰出席婚礼，消息才慢慢传开去。